具人神器来了，省时省力好帮手。可以两边同时使用，同时也可以不会跳电，不会，哎，是不是很棒？你这一季好会当家庭主妇，真的，这种袜子最会起毛球了。而且它只要轻轻的，而且它是高转速，它会把直接那个屑屑直接吸进去，差好多。每周三，每周四晚上10:15，姐妹亮起来。以上节目由台盐生技绿米雅冠名赞助播出。